佩佩，你毋是叫我来解说，是安怎我要休息的理由？啊，你哪会选择伫罗家峰的病房？敢是因为恁两个人伫咧旧厝，互万千玉、王雅杰争着，害恁两个起冲突，对无？佩佩，你哪会知影这件代志？我当然要注意两边的情形，唔才能了解局势，安排后一步要安怎行。无你当作客袂，逐工拢无代志做，敢若想要挂恁的条仔尾，还是讲鼻孔拢袂影响着计划？客袂，我无安尼想啊。你到底咱伫咧古厝到底讲啥？奈害你的心情受到遐尼大影响，拢无提防着万金玉。我只是嘛唔知要安怎向你解释，唔知要怎解释先，今仔一切的代志，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，要了无，咱算了。无啦，客妹，拢是我的问题，是我耽误瑞安，让伊拒绝。我感觉足见笑，所以想要变当去新加坡。珊珊明知影伊安尼讲，一定让客妹听话的，伊还是无讲出我介意的境遇，将责任排在家己身躯顶。迄时阵头壳足乱的，才无注意到，予万金云跟踪，拢怪我感情用事，唔才会害瑞安惹一大堆麻烦。我就感觉我干要替伊惹麻烦，无法度家斗三工，所以才想要转去新加坡。被插起来，你拄只一个吞。我无。无。无讲白插。客妹，我哪会卡骗你啦？我现在对你足失望的啦！你就是讲，伊杀掉万青桥，我唔知唔？也是非不分，会误会你去伤害万青桥，对无？无啦，客妹，你误会啊啦！我猜，我现在用心的栽培你，了然啊！你来这创啥？我无可能给你一人承担呐！客妹，喜欢做人是我，跑着我，你本来就该跑！你娘家先收大婚，你都放袂记啊！啊，说落来，珊珊是要哪接近王亚杰，找着老虎皮黑咯，啊！老虎皮，让伊藏伫美国对位，我会另外想办法查出来。是要哪查？恁互人点油做记号啊，自身难保啊！是的，是我唔对，你莫生气啦。客妹，拢是我。在瑞安报仇关键时阵，无顾大局，敢若顾讲情讲爱。你若是要拍，你就拍我！你要找我马英姐，会当拍到你偷窥的位置，你拍我，你拍我。应该拍的人是我啦，是我家己无够警觉心，明知影靖宇已经去怀疑啊，我阁无提防，甲罗家峰的手机啊停伫关掉。这下珊珊的新闻也不空，嘛害伊任务失败。啊，不过客妹，我唔敢怪啊，是我的问题，我不应该犯这低级的错误。请客妹给我一个机会啊！机会，无你。两只鸟死啊！有机会甲我报仇？当然嘛不是。罗振兴已经愿意支持我，推动食品加工园区的计划。过无偌久，用心都会倒落来，黑市嘛受到影响。特别到迄个时阵，你就会当甲因拆一路白啊！除了完成
我报仇计划以外，可别卖当加强家己实力，敢是安尼？你讲个有影啊？罗再兴都会来钱，会当支持你的计划啊？伊讲伊会想办法，反正我即马彻底甲伊洗脑成功啊！伊即马认为即届计划会当予用心为国底翻身起来，而且正义嘛去找丁明官，伊会找金主来斗三江来投资，只甲咱计划名会愈画愈大。只要客户你愿意加入来，咱双兵做伙一定有机会咱达成愿望的。虽然即届我出错，啊，不过我一定想办法将功赎罪。请客户原谅阮。我来就好了。你手不动三步呢？你的手哦，是摕来帮我教示别人的。我唔知道你的手哦，佮有其他啥物内容？我跟你来就好啊，你嘛不要照顾了。我甲你开一个实在讲明的，那不是因为我，你嘛袂有客气怕。你明明一定甲客气讲，是我家己杀了静玉，是我家己害了我家己，我该我家己处理有危险吗？啊，不过你拢无讲，我甲你拖落水啊，真实的甲你害着。你无需要安尼讲。我本来就该怕，明明就知影感情是袂当勉强的，我就应该好好提醒你提防万金玉就好啊。明明也计交话，对你讲出我对你的感情，更该爱你接受，唔只后来的代志发生，强迫的过日袂甜，还搁伫遐想袂开。是我哦，无只好气啊，参照你这种哦，啊你讲义气。佫有担当个查某囡仔，假使讲有一天闹一个查甫人介意你哦，伊是世界第一等个好运啊，比中个乐透佫较幸运。假使讲你若愿意，啊，你会当参照佮以前共款，你把我当作哥哥，啊，哥哥咪继续保护你、照顾你。啊，不过你莫无插我啦。拜托诶！较早你拢是爱靠我甲你保护的呢，你的功夫敢有较好？而且你若是无我这个靠山，以后你无依无我的时阵，你是要安怎？你的面嘛好刻薄，拍到肿起来啊！我计有病啦，若要当着阮静玉发现，就惨。所以你原谅哥哥啊。你无怪哥哥啊！你拢讲我遮尔有心意啊！我当然要我为哥哥一个面子。毕竟我的亲人除了客户以外，就敢你一个啊。叫你为黄金把病搞好啊！你莫怪我啰嗦，拄只客户拢甲话打到遮尔硬啊！你就莫阁对万金玉下感情，若无尾后会害惨你家己。我有长才，我有分寸，你爱对我有信心。好啊，我莫阁跟你讲啊，我紧转去啊，若无何金玉发现就无好啊。我先来。我来换班了，你也当先转去啊。是总裁有找过你啊？歹势啊，我唔是条咁要做药爸啊。总裁甲我问，我无法度唔讲嘛。是的啦。好啦，这拢是我的问题。你已经甲我斗相共足济啊，
顶届也毋是你骑车去吓惊阮静玉，因可能早就藏着我的行踪。不过顶届嘛是你替瑞安调包 DNA， 才有法度过关。我哪有调包什么 DNA 啊？客妹，那安尼我随去摕罗家峰的简体，安尼才有法度想办法替瑞安调包。等等，免赶紧，这个就是我叫大卫去做。是讲瑞安要甲罗在兴验 DNA 的代志，唔知影大卫安排甲安怎？这是绝对袂当出差错的。你放心啦，更讲客袂办代志，你袂放心，你着专心把资金处理好势就好啊。这是什么时阵的代志啊？啊，我最近状况较歹，记唔着啊，无代志啦。心情会影响着身体啦，你待回去吼，得放轻松，好好休息，啊，其他。才有诶无，着莫搁想啊！我知，安尼才搞哩，我先来啊。客伯明明着讲伊派大卫去做，大卫哪会讲无？而且实际上 DNA 检验嘛通过啊，敢讲后来客伯派别人去处理？啊，若真正是安尼，嘛无啥物奇怪，是安怎客伯要骗我？不等的，歹势，让恁等我。我就是讲，恁环宇集团对这个投资案无兴趣。哦，阮是临时决定要过来，安尼应该袂想要失礼吼。失礼是袂啦，只是感觉真意外。啊，恁毋是认为永兴企业资金周转不灵，而且佫包含参加未来城投资，是安怎即马佫要开时间过来听阮嘉光园区的说明？公还公，私还私嘛。为了要维持未来城金流也周转稳定，莫耽误着工程的进度，我们才不得去做这个决定。要唔过大家既然是朋友啊，我看你是因为消息灵通，知影金夫人有当初意愿才念过来。啊，若无，你根本就认定罗董会倒。黑白讲，在兴也是我的好朋友呢。朋友之间都要互相相听，我哪有可能看伊倒啦？你想创？这嘉光圆圈投资我看过啊，确实是袂歹啦。卡所以等有我一个资金来斗三工，对大家拢好啊。哦，对啊，啊你的意思是，你投资 A A P 赚的五十亿，规个拢要投入来啊？嗯。你不是你哥用什么 AI 来给你害？你唔惊我即个用这个计划来骗你投资哦？敢有需要甲话讲到安尼？就参像文君姐拄则讲的，唔好甲私人的情绪带入来这投资案啦。啊，若无只是互金夫人看笑的尔。我只是想袂到讲，伊的面皮安尼厚，佫敢来吃呢？当作甚物代志都无发生啊，真正够定定。阿父，咱两个有啥无欢喜的代志哦？私底下讲就好。这六百亿啊，虽然阮黑石集团无摕到，啊，不过罗董的心意，阮收到。我嘛真感谢罗董的收听。所以今仔日来参与这投资案，是吃人一口，赢人一道的道理。吃人一口，赢人一道。阮替黑石集团中六百亿的。想袂到结果厉害到，原来是小可无影无影。投资未来剩两百亿，甲本钱全部赔惨落去啊！八百亿都安尼无去啊！伊即马囥五十亿转来，我想应该是讲一人一斗，行人一嘴，安尼较对呢。我真正多谢你啊！哦，嘉峰啊，我看你进前北长真快，安奈今仔甲话讲到安尼。也毋过决定投资的人是你家己呢，啊！你即马怪伊害你了钱，真正无道理啊！不当的啊，你讲了真对啦。啊，嘉丰哦，投资实在安尼真大意啦，所以乖乖啊哦，做客户安尼哦，你看
即便即个食品加工园区的计划哦，就做了真好，真值得投资啊！你讲对无？确实是无唔对啦。无看安尼啦，咱赶紧坐落来，赶紧开会啦。